博鳌亚洲论坛二零二一年年会四月二十日开幕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。习近平指出，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二十年来，见证了中国、亚洲、世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，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力、推动力。当前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。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。中方倡议，亚洲和世界各国要回应时代呼唤，携手共克疫情，加强全球治理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。习近平指出，“一带一路”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，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，追求的是发展，崇尚的是共赢。 传递的是希望。我们将同各方继续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，弘扬开放、绿色、廉洁理念，努力实现高标准、惠民生、可持续目标。我们将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，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，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，更紧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系。 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。习近平宣布，中方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即举办第二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，为促进亚洲和世界文明对话发挥积极作用。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致欢迎辞，他说：“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，我们终于能够在抗击疫情的隧道尽头看到曙光，但当前疫情挑战还没有结束。” 全球还面临着气候变化等危机，在世界大变局中，必须携手并肩，加强国际合作，通过“一带一路”等举措，让世界更接近。多国领导人及工商界代表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。本次年会于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举行，主题为“世界大变局，共襄全球治理盛举，合奏‘一带一路’强音”，分为解读中国、把握世界变局和亚洲的发展大势等六大板块。 既包括双循环、金融开放、粤港澳大湾区等中国的发展走势问题，也包括后数字经济、RCEP、五 G 等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议题。年会设置了数十场活动，以分论坛、圆桌对话会、主题参会、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进行。